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腰带先束起来。背好装备，大腿绑上束带，重达7.5公斤的重物直接轻松抬起来。那产生我们的拉力，那这个拉力的话会让我们的背部会透过腰带跟这个背带产生我们的有个力矩，让我们辅助我们腰部做自然的举起。这就是中兴大学机械系学生开发的外骨骼机器人，以柔性气压肌肉驱动，增强穿戴者的腰部力量，可提供穿戴者在搬运重物时腰部负担直接对半砍，让穿戴者从事体力劳动时能更省力，搬运更持久。但我觉得如果长时间搬的话，对腰部还是会有受伤的感觉，就是紧绷的感觉，但穿了之后我腰完全不需要出力。我真的是加了一点加了空气进去。新奇的玩意不止这个，紫色的光芒渐渐转变成了红色，正负离子在里面碰撞，原来极光就是这样产生的。那简单的讲，漂亮的极光怎么来的？是因为我们太阳风那边很多电子吹到地球这附近，那地磁的两端那边有一些磁场，还有一些电子的产生。不同是受电浆球简易腔体，利用石英玻璃腔体可窥视真空腔体中电浆产生和运动的情形。新奇有趣的科普也展现研究团队的无限创意。环宇新闻洪世成、林继祥、张雅竹台中采访报道。